因为啊，一个伺服器很像也只能创一只啊，所以我们要去二服创其他只。嗯，那就跟你讲乌龙啊。按照顺序吧，其实我觉得很乱。吕布职业很好笑啊，很好笑啊！吕布都变职业了，但是你可以看到之后 Mega 的样子。哦，所以真的很好笑哦。吕布也可以变成职业喽？What the？哦，没有这样子的啦，那怎么办？啊？哦，不就要重登了？那我怎么跳过啊？啊，算了。这什么规定啊？为什么不能去救父啊？我不懂啊。如果最后角色不见怎么办？这把快速讲吕布的技能。不然这局这样太慢了。吕布他就会写啊，你现在武器还没出来，在讲什么？我另外吕布的技能，哎，何多你练吕布哦？普攻试验，三好，也好，李恨，本田。结束。那、啊、怎么他的被动？应该是他的一二技能也出来了。我、哦、这些有没有很狂？你们应该自己看得出来。那、啊、这边就写吕布职业。我、哦、你看吕布真的是职业哦，我没有说错哦。还写职业吕布。而且职业吕布，对啊，那也完了。你要给他一个信我吗？还是？还可以啊。